请收看《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哦，所以那也无自残疾，无自残疾，无这个自相，一个空和寂，非常安定的境界。啊，带小朋友来，小朋友呢，就怕不听话，那弟弟头，老师啊，你看我的囡仔哪些啦？我都不听话啦，不吃饭啦，唔读书啦，唔做啥，还跟他打电动玩具啦，我就丢啊。小朋友没有错啊，他读书玩这个比读书还重要啊，所以他拼命玩啊。如果考试当掉的时候，再去找电动玩具帮他忙啊。这个小朋友一直希望哦，有啊，当掉的时候我要找电动玩具行，伊嘛无可能获得分数，自残疾，可以去思考的空间，因为每个人有体育。内在，咱的灵性、自性、本性、灵魂、思想的境界，拢有体甲用，拢记着的，只是无提出来尔，不了解尔。那么了解，有你讲要提用，你要一般的，你干嘛？你不应该算哪，不应该啥，都不是不应该，还是应该，因为这段时间因为体验家。你甲讲体验搞得好啊，莫过误了呀！嘿，迄是告诉他的本性，渐渐回头转来啊嘛。所以各位同修，啊，咱六祖坛经各位等于，然后时间者，恁家己吼，尽量一天，然后时间读一篇、半篇、两篇、两篇都可以。你不要放弃，你要多读。多诵多练的是你的主人，好，你的问题，你的智慧也发露出来，好啊，再来相性无性啊，离性啊，相性，相性禅的性本来都无，啥子性？是男性、女性的性，生活的习惯。生活的习惯，一言一行的习惯为性。有的爱食鱼，有的爱食肉，有的食咸菜鸭，这拢是性。有的拍麻将，啊，有的做啥，有的食啥，拢是个人的性。知性可同居，知性可以同居。以后恁有机会带领恁的弟子学生修行的时，会记得了解。所谓地主，伊拢有一个性，无可能一板一眼一二一一二一二一二，无可能是安尼。那个拢一二一二的时，这就天下要大乱啦，是安啦，一二一二，那不是龙华堂，都要战争啊！哦，这啥？这嘛人个人个性啊？所以性无可能完全是一。但是性是一的啥物件？光明性，共款的不是写的一。咱若了解到所有本每个人的性，拢是咧光明的一面，拢是光明一个点，拢了光明的一以贯之，体用化的时，够用。好，咱就会人甲人中间，好，完完结结。会斗争，顶顶会减少的。所以咱真济怀孕的年轻妈妈，老师啊，
要安怎如何互我后摆即个囝吼会较听话？若要听话呢，永远伫腹肚底着听话，袂死去走。啊，我倒咪什么？要先怪不讲诶。那么只有一办啦，腹肚手心左手心耳朵在，啊，声音你正手放喺外面，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嘛好，南无阿弥陀佛嘛好，南无地藏菩萨嘛好，你共款一性，所以佛法为性，一切经典拢是为性，每一项的性有所不同，但是回归一寂静，安安静静。无生，无生啥？无生出烦恼，无生出法的忍辱，无生法忍。那么，咱不多有心者，手以道财念观世音菩萨，迄念佛的名都可以呀、啊。这就是性。所以当时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候，有一届阿难去到一个教派，该辩论辩赢，吼，足欢喜啊，就回来啊。回来呢，释迦牟尼啊，佛啦，伊甲讲，咱人伫世间上戆的人，都爱甲他相争辩论。伊讲啥呢？我辩赢，我足欢喜啊。佛陀讲你无欢喜，你要你惊。万一若搁当着，伊会提出啥问题要甲你辩驳？嘿，我当下一路行咯，一直在想，毋知当时还相碰未？心就不安，心未安者，你无赢，你已经输呀，你已经输掉了。所以咱的法门，第一不开擂台，不建擂台，不搭擂台，不打擂台。啊，第二呢，包含包容一切所有法门的法。你擂台一定有争、有执、有斗、有讼，是受伤的伤，你就不安。所以咱闽南大事，你要怎样死，是你会丢，你会丢。现现嘛唔丢，你嘛讲你会丢，安就好啊。你当下做你行过，你就免烧者。你会食，会困难。你要改战，明仔后日时时电话来，甲你要挑战，你怎么办？是不是安尼？所以恁卖甲人烧者。正无来用，咬都互你咬，好啦，你丢你丢你丢。这是什么境界？但是有那么老师哦，啊，你想足要修的嘞，反正要修。嘿啊，你如果一丢一难丢嘞，哦，伊个沾沾自喜，无多，伊无地位，无地位你过来正，愈无地位愈正，愈死，愈无地位愈正，大家愈结冤仇。动干戈，那么与其这样，卖动干戈，何家你去扛欢喜头啊？因为众生永远是对的，你是修道人，修道人爱看啊看嘞，所以就是啥，禅性无声啊，啊，离声禅响，好啊，心如虚空，也无虚空之量啊，哎牛啊，不得牛啊，好，再来嘞哈，那个。地方啊，听到安尼讲的时啊，进来也是啦，就开始来见六祖大师。啊，苏哲文是问人啊，大六祖大师问这智皇，行者咧，人家何来啦？我哩对来呢？各位，你若我对台中来，你就错了。啊，你去见这个修道人。开悟的人，这个角色，伊问的代志，你爱注意注意听哦。伊若甲你问讲，你倒位来？啊，我台南来啦，台南什么乡来？错去啊！要求凡夫，要求凡夫不止一谈。所以这正修行，伊要甲你讲啊，开始刷咧，甲你讲世事啊，你要得着啥法哦？无可能的代。那么真正你要找真正大禅师，要请法，伊问你倒来，这就是法啦，这就是法，
人家何来啊？仁，仁慈的修行人，他尊重所有一切人。你如你讲本性，人家嘛讲你的本性，原来是对大家的空界而来，对大家的法而来，对大家的个性而来，对大家的力量对而来，对大家的来客入侵入来，人家何来？你要跟含家领导的主席报告清清楚楚，包括电话报告清清楚楚的事啊！我告诉你，这种的修行含含嘛啦，算算啦啊！所以咱呐，高人见招呢，招招必中要害啊！高人见招啊，哦，化招招招中的要害。所以你们请教法师师父的是，你应该讲十三天电话，你没搞要请法，请法呢第一段第一句就给你喊到喊到多高桥啊？那么好了，欢迎来讲对对来，黄居士前年一路讲前年，伊唔是讲我住伫多位，伊讲只言论过去所修行的家咧，是云啊，行如所缘呐，如但心如虚空。那行啊，行如所言，你给我讲的这，那是实在的这。我说这文字吼，爱真注意的。诚如所言，你先讲的那实在，真真实实的，所言啊，你但心如虚空，不着空见，应用无碍。动静 无心，反省静梦，灵所几面俱明，拢无影。啊，性相如如，啊，无不定时。这虽然大师在甲讲，这就是咧开始啊，开始发啦。以后你若要去请教大师，录音机咋嘞？啊，那大师讲话，你当下就好好啊去想嘞。尤其恁当着禅宗的大师的时，你该问话，问当一问，还是该答西，你要注意。你该问的代志，伊答最无照实，甲你照原来你讲的。因为你原来你所想的所问的代志不是问题，是题是体，啊，你有疑问是体。那么大师给你解答的是用甲法，用法，用甲法。你若了解安尼了了，你以后要请教大师请法，你一定马上会顿悟。啊，那么大师给他答问。你但心如虚空，不着空见。讲你的心，若是呢，总是那是虚空，遐尼快的事，不可量，无得去量，无得去量，无得去测的事，啊，不着见空。你无见，无着空，空有去看到啊？你若见空者不空，着空者为不空。你着空者容易执，啊，应用无碍，动静无心。你应用应甲用，就是体用用啊，应用应用应用，就是因时因地所发生的一切人事物。用一切法，啊，以一切法来破除你当下所见的一切法、人事物，这是应用无碍。现在咱讲到拄只作书性的时阵，吼，天顶啊已经落甘落来，那么你现在出去又好压着，你怎么办？你怎么办？只有叫好耍了啊！还是应用
应伊哦，相应因的落雨，所以我爱行雨伞，才袂叫压着。应用啊，应用的方法不少想。以前啊，咱立为田师兄，我草棍起子叫人，遐囡仔因聪明甲聪多聪明呢。好天伊袂压雨压灰，好天逐日袂去用汗水去压。等下落雨的时啊，伊只汗烟汤啊，滴水汗好时光去压灰。你讲伊唔对啊，伊对啊。好天的时日头赤炎炎，晒到头发去黑暗面，所以伊袂用去压灰。等下落雨的时啊，啊因为雨来较凉，啊所以伊去压灰，伊嘛对咧，伊嘛应用诶。因为应用个人的相应，看到哎，实现出来，用什么来做？伊的观念就是安尼尔，应用啊、哦，所以各位应用、体用、体甲用、法、体用法、信愿行以后，你就完了，真正达到应用。你们应该用，一定要人事物。一切现象皆会幻化，落雨嘛幻化尔，好天嘛幻化。啊，所以一切幻化，来，要来圆满嘛好，要成就嘛好。都是应用啊，应用。所以咱伫世间，咱嘅学道，体用法，信愿行行以后咧，咱就我就用来用，应用如如啊。啊，这应用无碍，动静无心，动静念头嘅动，念头安静。咱那么生气，烦恼的念头，那么这边需要去安静烦恼的过啊嘛。要是一个人去动起动念到烦恼的念，你就要设法来安静烦恼的过，这是叫动静啊，动静。咱一件代志。要动，一定嘛有伊个体；要如何动，咱爱要用；要如何用，爱有法。所以世间的万法，八万四千种法门，是有够侪，有够侪。曾经人家问我老师啊，师傅啊，哪有八万四千种法门那么侪？那唔相信你拄发歹，你今日目睭八金拄马在，目睭八金所拄着代志，甲袂暗啊？你算看完了咧，甲去暗，哦，伊全咧点点接咧，照我甲讲诶，毕业起来直直算，直直算，算到尾啊，甲一波就开始哭，一直哭。啊，叶先生，你是着魔吼，啊着煞，那直直哭，有啥物好哭？先生真无谅解。啊！伊只做迄张师傅甲我讲啊，八万四千个法门，我互你看嘛啦咧。先生看看，嘛对咧哭。原来今日先生啊，伊爱先生啊，先生的糊涂啊，伊为了先生的糊涂事，每一个念头甲写起來，如何来破解，如何要来解先生哈啊，这歹习惯的事啊。伊怎啊写起来？写写写写，甲就写到中岛来说哭，中岛的说哭，阿条先生先生嘛说哭，那像怎啊？牛郎织女的老目屎同款，牛郎织女的老目屎啊，好欢喜啊！啊，咱们欢喜目屎也是烦恼的目屎，不管啥，反正的老目屎就哭着。过过去讲来，含先生。啊，含带两三个囡仔，加上有事，啊，我都过伫咱的
做事也得做，做事定要做。韩先生来了，足客气啊！啊，谢谢老师，什么代志？有你救了我的家，救了我们一家，我哪有救你无啊？我前几天，阮太太来讲来问，啊，等于写我的烦恼，写遐资料，我看了，家己讲。一个人的苦恼、苦楚遐济，爱用遐尼济、遐尼济的心来预防，让他无所生，防患于未然。后来让所有烦恼能静下来，动静啊！恁等试看卖来，恁明仔开始到明仔用，你就慢慢回想。明仔目睭闭起，你的动静的念头，你甲写写到明仔，用看有偌济法门来解决这法门。哎，这我拢做过啊，这课程我拢做过啊。那无咧，民国75年念佛念佛，啊念个念无所念，啊了解众生皆有佛性以后咧。体会就讲，咱每个人念念念念重叠的这样子烦恼。当你悟了以后咧，才发觉世间事这本来就无存在，无存在为何咱要互动起来？要动起来，你的烦恼你就会生出来嘛，生出来你爱只有来安静消灭这烦恼嘛，动。静，哈，动静无心，好，烦心静梦啊，凡夫甲圣人静，所有一切静，那个放掉，无就是静，无就是凡夫。啊，咱的静，哪个人中间的静，未使讲无静，静本分之静，咱的静爱广泛之情，不是狭隘的情。好不好？咱家中华民族列祖列宗，哈，家呢天主帝王，因的圣名姓氏，咱的万世，这都是咱生生世世该做的情缘，情缘。那么人和人中间什么情？哈，什么情？哦，尽责任为情，离开责任者。非情，但是你离开责任，咱有一个共同的情，咱的心就像太阳，遐尼光明，啊，时时欢喜心予人，时时希望予人，这是这个真情。所以咱的写文所的时，写到尾啊，叫做上来真情，上用见闻啊。所看的，所听到的，慈悲，甲咱加持的，拜托的，较慈悲的，哎、欸，几日尔，真简单。但是将所有一切、所有众生当下的烦恼，已经清清楚楚，破个足别足清楚的。所以咱写文所的时，咱若写啥烦恼，要甲禀报罗祖师尊、禀报众神的时。你但是直直讲叫别位直讲讲到咩？上来真情，大公无私之情，就是真情。王道之国平天下。禅净双修见真心，老天赐福见天坛，足得流芳禅机山。黄道之国平天下，禅净双修见真心，老天赐福见天坛。